在哪儿见过？没见过。你摸够了没有？啊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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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手套男，沈总，我是新来的教练，我叫米莉。有事吗？我是来还你手套的。手套？这个手套我不要了，你要是喜欢的话，自己留着吧。不行，我问过了，这手套可贵了，我不能要。别人用过的东西我不会再用，要是不喜欢扔掉就好。扔掉？这么好的手套太可惜了。我送去外面清洗过了，放心，很干净的。我说过的话不想重复第二遍，如果你们有什么事情的话，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哎，沈总，我听说咱们雪场要出售是吗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听说的。听谁说的？不重要。我是觉得您现在出售雪场，不免让员工担心以后的生计问题，大家提心吊胆的，也不利于工作。那我们雪场，米教练，你是青山雪场的教练，顾好你自己教练的工作就好了。我是想以员工的态度跟您讨论一下。我是雪场老板，雪场如何处置我说了算，轮不到我的员工挨个儿到我面前指手画脚。是精神分裂还是脑子被门挤了？什么情况？有钱了不起啊？扔就扔。好贵，扔了太可惜了。你主人不珍惜你，我珍惜，一定帮你卖个好价钱。